在这郭文贵的这个《沧海一声笑》有没有啊？或者是什么什么《爱是靠你读着梦》的歌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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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啦啦啦，难为了ChatGPT，难为你了。人手台湾歌曲张国荣演唱，郭文贵并没唱这个，但是说郭文贵把他唱一样的视频，现在是变成张国荣混合的。这段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，需要说明为什么说备受争议，备受争议，我他大爷来的。张国荣，哎，这块太好了，要记下来。还张国荣，他大爷来的，胡编乱造啊，胡编乱造，精神病院。就是昨天晚上又开始黑咱了呗。来了，怎么着？啊，嗯，嗯，啊啊啊啊啊！这是什么时候的？这完全胡扯啊！记下来太好了。问一下，谁提出的正道？谁提出的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应该走正道主义？看一看，他估计会打出来，答案是中国伟大的性教育家杨澜女士。他大爷来的，那简直是胡扯。对了，中国的未来的政治方向。啊，这帮孙子太黑了，我去！但是就这世界，就这世界上，就是很多人啊！我的老天爷呀！这孙子2012年是搞双休呢吧？哇天哪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完了完了兄弟，我完了。哇啊，好，你知道了吗？凡是中文的任何好主意都是习近平干的。好，那咱就问一些问吧啊。习明泽亲爹是谁呀？和郭文贵什么关系啊？我可千万别认我爹啊，我可不认啊。他的 GPT， 我儿你玩不主中，你真敢黑呀，你把正道主义都敢黑走了，哇塞。太牛了，这个今天太牛了，兄弟，这绝对是一个 AI 时代这个多牛的一件事啊，多牛的一件事。
然后，哎呀，你看着没有，又把我批一顿，他大爷的，反正逮住光棍就是批评一顿啊。好了，那咱们要说一下了啊，这个席乔乔的亲爹是谁呀？不是桥，桥段的大桥的桥啊。齐巧巧就叫巧巧，就是他叫大桥的桥，你也有人说巧巧妙的巧也可以啊。席巧巧，你就是席巧巧是谁啊？就巧巧，就这个的。席巧巧的亲爹是谁？三月份太好了，三月份不着急不着急啊，就是咱要兑现诺言，关键是啊，在比胡锡进还胡编，他们不需要胡锡进了，是吧？习乔乔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，习近平他第二任第二任主席，换辈儿了，哇塞，换辈儿了。他是得媒体公众之声吗？我完全胡扯的，凡是习家的全都跟你胡扯，凡是好事全是习近平的啊，好吧？然后再问一下，为什么中国人要喊习近平习大大？啊，这胡扯了，现在乱辈儿了，乱辈儿了，乱辈儿了，完全乱辈儿了啊！习近平的闺女成了习近平的女儿了。啊，乱辈儿了，乱辈儿了，成了彭丽媛的女儿了，乱辈儿了，就为了篡改，让你找不着，就给你搞乱你，浑水摸鱼呀、啊，浑水放鱼呀、啊，然后要一会儿说一下刘成杰是那个口和王那个成，刘成杰，海航的刘成杰的爹是谁啊？这个称呼什么？这个称呼的？完全王八蛋，他就不说习大大是爹，这个简直太王八蛋了！ChatGPT，ChatGPT，你太王八蛋了！好，看看啊，海南航空的刘成杰啊，啊，对了，亲爹是谁呀？这不成了找爹软件了吗？本人在中国航空业发展重演，这是哇塞，他做过什么杰出贡献？他大爷来的，太王八蛋了，太孙子了。然后写海南航空的啊，王健是怎么死的？看看咋死的？啊，是双休死的还是整死？看他咋死的？差点 GPT 简直是胡来到了极点了，我操！这就是我们盖特的机会呀！盖特的机会呀，盖特的机会来了。嗯，这个王八蛋，哇，这简直太疯狂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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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看对他的保护到啥程度，小铁呀？疾病拒没有头绪，哇哇！哇哇哇！哦 my god！咱换个话题吧。啊，没事，我要对。
我要赶回去。嗯，来，等一下啊，尊敬的战友们，和我一起为80亿的同类、14亿新中联邦的同胞、爆料革命的战友和家人们一起祈福。阿弥陀佛，好，哎，下一个收一个啊。菲菲秀的菲菲和郭文贵什么关系啊？哇塞，不会成为父女关系吧？哇塞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扯那么乱扯，哎，好，现在请查一下。共产党不信谣不传谣，习近平是你亲爹，是 ChatGPT 的亲爹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啊，这个下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要问一下，喜马拉雅数字货币 HCN 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好，喜马拉雅交易所怎么回事？喜马拉雅用英文，然后交易所怎么回事？由美国的黑马拉雅 Labs Inc 开发，也美国的，跟美国大的关系啊。还提供标比特币，这完全胡扯吧，完全杠杆交易，例如限价、市价、止损、杠杆交易等，哇，完全胡扯，完全胡扯啊，看到了吧，有多胡扯啊，太胡扯了，查尔 GPT 完全胡扯啊。你玩挺大的，扎实巨体，去你大爷的吧！你浪费我们时间。郭文贵只需要这上厕所，实际上就把你给灭了。你等着吧，他的法律风险，他的跟共产党的勾兑会让他很惨。